来者何人？禀告主事，在帮弟子罪除张云龙，求见掌堂老大，帮中主事，令各位执事。这是帮中掌堂老大钱大爷。拜见掌堂老大。这位是帮中主事，江南一勺张东关张大使。拜见张主事。 妈，我是说，咱们是一回生、二回熟的熟人呐。哼，进得帮来，就得有帮法行规，不能胡言乱语。这是淮阳帮执事。啊，见过执事大人。这是四川帮执事，请多多关照。这是潮州帮执事，拜托您了。这是齐鲁帮执事，请您关照。 请掌堂老大示下。来者可是帮中兄弟？啊，刘兄弟不在帮。来者劳动各位老大、三老四少，是为了开解纠葛，还是为了评判是非？保人禀来。来者刘善东，久闻杭州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今日初到码头。 托兄弟我引荐各位老大，什么初到码头？我们来好几天了。哈，以青山绿水托割地庇护，借一片屋角，亮一段手艺，找一口饭吃。刘兄弟不在帮不在会，恐款式不合，言语不清，口齿不明，请候不到。托在下言矣，还望各位老大举起袖子，亮起膀子，给个场子，打个旗子，送个名分。张老板，好口才呀！ 听会的，听会的。这位刘兄弟既不在帮，总该在行吧？在下虽祖传琴行，却只是传艺，所以不在帮，只在行。那好，这里供的祖师爷，你总该认识吧？哎，这就难不到我师傅了。供的是燧人氏、伏羲、彭祖、伊尹、詹王，是做出。 还是行处，行至杭州，愿为坐处。几匹为腰，炖、卤、烧烤、龙锅、冷碟，大案小案水案半品，共7匹半为腰。啊，这口气也太大了呀！老子身为杭州琴行主事，红哥绿笛抬举我，号为江南一勺。 我才敢说大案小案造上3匹为妖，你敢自称7匹半？嘿，你帮不入，会不沾，谁封你的7匹半？张主事，这可是钱掌堂问我的所学所会，我是据实回答，并没有和主事比高低的意思。本总几案？来2案。 说的无所不会吧？哎，反正我师傅就那么大本事。告诉你，他是最不喜欢吹牛的。余秋，哼，他简直信口胡吹嘛！他该不会有三头六臂吧？啊！刘山东，你是否据实回答？这马上要见真章了。我若是说了半句假话，上对不起琴行祖师，对不起山东祖宗，下对不起各位老大，对不起我的保人，也对不起我的徒弟。 好，你可以在杭州挂牌，不过按旧礼，你得亲手做顿实在的，看你是不是信口吹嘘。啊，好，各位老大。 今天就到酿香居小坐。啊，这下啊，哎，茶来了，各位老板，请慢用啊。煞气披头，知道了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八百五。如何啊？我算开了眼，开了眼啊！等这完了，我再跟你细说。不过话说在前头，刘师傅的本事，恐怕不是我们小店能够留得住的。 余秋，这火呀不能大。刘兄，我来帮你。啊！接手。哎，是师傅。张师傅，有何见教？勺不离手。刘兄有名堂，有名堂。 玩把戏，还玩得过5岁学艺的我？哎，这个牛糟烧拿个面盘子抓着，这个面片汤还要大西服做呀？有没搞错哦？他就这点本事嘛？对对对，他就这点本事。 吹牛皮！简直扯把子，乱扯把子！余秀，面国大火！哎，杰哥。好吃，味道好，手艺高，高啊！手艺好，刘师傅啊，你是第一个到我们明月楼来的，咱们现在就说定，明天你就到店里来啦。刘师傅啊，到小西湖来，我立马给你挂头牌。现在强调，当初干什么去了？各位如此高看我刘某，我刘善东感激不尽。只是我已经答应了酿香居的张老板了。 不屑到我们这来呀？那里讲好了到我们那儿。慢着，我掌堂大哥没开口，我望海楼没开口，你们也太着急了。行有行规，帮有帮规，即使本帮也讲这个长幼有序。这个刘善东。 我们望海楼用了，钱爷，这样处置恐怕不公道吧？公道？什么不公道？哈，行有行规，这我承认，但是没说过雇一个人也要帮李老大说了才算，更没说帮李老大不雇的，我们才可以雇啊。 好，且不说老大不老大，我告诉你，张云龙，要跟我争，你争不过我钱大爷，争不过我望海楼，不敢。要跟我争，我告诉你，没你的好处。钱爷，你财大势大，还有江南一勺张师傅，我们小小酿香居不过一个殿堂，你又何必跟我们争一个师傅呢？ 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小小酿香居，你们就不动脑筋想一下，你们这么小个酿香居，怎么容得下这么大一个师傅呢？是啊，小小酿香居，你们就不怕庙小菩萨大，委屈了刘师傅吗？大家说说，我这是不是主持公道啊？ 是，钱爷为各方着想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对，钱爷是为大家主持公道了。哎，我倒想问问各位，你们把我师傅当什么人了？你们要我师傅去哪里，我们师徒俩就乖乖的去哪里。我们是3岁小孩，还是犯了王法，等着充军呢？小孩子家，乱插什么嘴？我钱爷是高抬你师傅了。我徒弟说的有道理。 今天有劳各位帮助老大，那么看得起我，我是感激不尽。不过人总得讲个信用，我已经答应了张老板了，我不能看着风顺就转了舵呀。那样的话，我刘善东也太不像人了。连我也请你不动啊！你想清楚了，我可给足你面子了。 人抬人，无价之宝。我今天可把你小子抬到天上去了。我懂得你的心思，人不为利，谁肯早起呀？我知道你不就是个利字吗？只要你肯来，我给你双倍的工钱。钱爷，那他的工钱比我的还要高了。唉。 只要他肯来，你们的工钱都往上涨。哎，望海楼到底是财大气粗啊！刘兄，我不挡你的财路。钱爷，这就是你小看我刘某人了。人在江湖，讲究的就是信誉2字。若是您给我双倍工钱，我就到您那儿去。 那么小西湖的老板再多给我1文钱，是不是我就该到小西湖去？这你就想错了。要是我钱某人要雇你，在座的各位还是要给面子的。张老板，你雇不雇我？雇，为什么不雇啊？雇要雇，连个小区都不要雇。妹子，你也太性急了。 我们可给不起双倍的工钱。我什么时候说要你的双倍工钱了？我既然到你这儿来干，就按照给张老板的章程办事。你可得想好了，你们也得想好了。当然，既然刘师傅看得起我这小小的酿香居，好，那咱们一块干。好啊，张云龙，你们小小酿香居是存心跟我钱我作对，是不是？好，今天算你赢了。 走啊！走就走。钱大爷，你别生气。钱大爷。